走了，贺涵快醒了，赶紧走，不然你解释不清楚了。走去哪里啊？先回你公司去。哦，有件事得跟你说，贺涵有恐女症。恐女症？对，接触女性会让她极度害怕和恐慌。难怪她看见我那么害怕。我不行了。叶嘴，你没事吧？我用贺总的身份，让他助理吴宇给你安排更好的环境，也让你在任务里更容易一些。你千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等你。恭喜贺总，恭喜贺总能够正常的接触女生了。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一大清早我会出现在这里？贺总，您昨晚不是……贺总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好，贺总，你安排的格瑞特公司的推广方案已经安排妥当，开始执行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的？不是贺总。您什么您？我，科德公司已经把合同签下来了，并且不再考虑其他方案，指定要 Sherry 来负责。啊，不，应该是汪主管。你立刻前往科德公司为其支援。汪主管，大家恭喜汪主管，加油！恭喜汪主管，加油啊，汪主管！加油啊，王主管！加油！加油！恭喜王主管！恭喜！贺总，哎，贺总，您要的那个高级酒店已经安排好了。我要的？哦，是啊，您说之后那个格瑞特的案子全都放在这边去看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？不是，您什么你？不是贺总，我那个我什么我？磕磕巴巴的，不会说话了是不是？贺总，您的所有行程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行，到时候到了美国，帮我安排一个高级餐厅。我很久没有跟我家人吃饭了。不是，贺总，您不是让我那个我，你不要告诉我，我又安排了什么了？不是，您让我把您最近所有的行程全部取消了，说是想亲自盯着格瑞特这个案子。啊。